本所于本日十时许获报本辖和平西路一段与南昌路口附近有宠物鸡乱窜，恐影响用路人安全，立即派遣员警前往处理。员警到场后，先调整路口号志，避免来往车辆撞击宠物鸡发生危险，并与热心民众共同将宠物鸡驱赶进南昌公园内，再利用捞网诱捕，随后装进纸箱带回派出所，通知台北市动保处处理。按照要领，按照要领，看车，看车。对，按照要领，按照要领。看车，看车，看车，看车。